求你不要杀了天明，我求你不要杀了我师兄，我求你不要去攻打燕国。你到现在还维护着那个荆轲？你那了不起的师兄，寡人会当着全天下人的面亲手杀了他泄愤。大王，大王，我求你了，我求你了，不要杀他们，你要惩罚就惩罚我吧。住口！务必抓住韩深，将天明公子带回，若是有人试图阻挡，格杀勿论。我是厉夫人的随侍女宫人，厉夫人托我捎一封信给魏国的故人。师兄，